别喝了，我就说嘛，这韩硕他就是多余的。这人不能为了一颗石而放弃整片森林，对不对？人要懂得及时行乐的。您这就是强颜欢笑，其实您的心里明明很在意韩少君，您只不过是嘴巴上不承认。 不然您为什么潘梦过一路尾随传递少君的消息？你这道理不对。这女人应该要有自我意识的，这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吗？活不了了吗？活得了的呀！跳，你别拉了，你起来跳吧。你醒醒，哎。 少城主，骰子你也玩了，曲儿你也唱了，这舞你也跳了，怎么就不见你有个像模样呢？哈哈，我很开心啊。我们不开心呢，您这都蹦跶了好几天了，您好歹。 换一匹折腾啊！您饶了我们吧，少主！别再折磨小的了，还不如给我们一刀痛快呢。您再折磨小的，我这真的是扛不住了。 谢谢少城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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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快走！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此生我如负你，必定万箭穿心而亡。 Thank you.
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我是为了韩硕才留在这场梦里的。接下来，我该怎么活？ 当心扎手啊！